动对焦，啊，对长廊对不准焦，因为我是想要买你这种的一台就好，还是买那个你先生那一台就好，我不要别单的，我单的刚好现在丢镜头都买那个大，又老化不好玩。这一台也不好对焦，这台也可以录影的，真的。怎么这样？好，这一台。